内线约基奇、努尔基奇、武切维奇是每个类型都有。对，波尔波尔篮板球之后被对手犯规，嗯，有罚进的话还有平分的可能性。对，不，嗨，没罚进啊！这是库里呢，是鼓动自己的队友在旁边给波尔波尔干扰，是当气氛组吗？啊，13.6秒转远端，沃尔德这是犯规，这战术犯规了，是。